好，我们从这个，因为美图秀秀你有用过，但是海报工厂有用过的可能就相对比较少一点。那我切到这边的话，我尽量把它放大一点哈，在这里，这样我就从手机这边来操作一下啦。这里。好，这里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，有没有叫海报工厂？哎，您可以从用这个哈，用这个稍微试看看。它现在呢，我们一般像这里，你往下哈看一下，这里它有一个叫素材中心，也就是说现在这些素材网络上都有，你就可以直接下载，连字型都有，就做得很过分哦，连字型都有 哦，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先找找看，啊，你可以从这里先找一下，有没有你喜欢的。啊，你就可以有没有？它这边有比较清新的，然后上面呢，上面这里还有做分类，还有做分类。如果你想要做这种海报型的，哎，我就可以来点这个咯。有没有？选好了之后呢，在下面这边你就可以，假设这个你没有在你电脑里面，你可以直接把它下载，档案不会很大。好，这样我就可以使用咯。好，你看，然后他就请你，哎，请你先找几张照片来啦。其实现在使用方法都还蛮简单的哈，比如说，哎，我可能找这个地方，这里面有比较多，哎，我肯定可能出去拍的照片，那你选好了之后，在下面这里哈，他说只能挑两张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挑好了，就开始制作，这样是不是就换上去了？这样有没有很快？重点，因为它这个是做海报，所以说它尺寸是比较大的，就是您真的可以印出来，大概到 A3 左右应该都还算 OK。当然，你如果说你要是超过 A3，那可能就真的不，这个就不够。哦，这个是像这样，那这个有了之后，上面的字可不可以改？当然是可以改的喽。所以您往下看，这个是清新的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您可以看一下上面这边，如果您要改字的话，点到这里，有没有可以改？哎，你就可以直接改。那么字型的部分呢？如果这里没有，你还可以自行去下载一些字型下来用。你看我，因为我已经有先下载一些，这里我有先下载一些字型了。有的字型，中文字型其实比较麻烦，就是档案通常比较大一点点。如果你要比较完整的字的话，哈，会比较大。那我们在这里的话，假设我用大致上是像这个的，好，那你就可以打上你自己的，哎。这是在莺歌老街。莺歌老街，哇，没有辨识到，好了，那我先打勾一下。好，您看一下这里，有没有这样就上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是提供现在的服务好处就是提供很多范本，所以即使你不熟，基本上做出来的也不会太差。好，那当然，如果你觉得，哎，我不是很满意，你可以随时从下面这边再找看看其他的，把它套上去，好，把它套上去哈。那如果你觉得差不多了，你看，你点到每一张图，像这个我点到这边，你还有不同的风格可以设定哦。我想要让它变成黑白老旧照片的感觉，其实也是把美图秀秀的东西用在一起，只是我们是做海报而已，好，只是做海报哈。那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再往下。你就可以准备怎么样？你看这里还有其他的风格的，是不是可以马上就可以看到说到底哪一个喜不喜欢？真的都喜欢的，在上面这边就有一个保存跟分享，您就可以直接把它存出来了。所以安内应该有达到不用学软体也会的目标嘛，对不对？很简单哈、哦。那这个美图秀秀的这个海报呢，其实是我觉得还算。比较 OK 的，就是它不太会有太多所谓的广告的，好，不会它有太多广告的哈。那这个部分呢，你有 OK 的，这个我就先讲到这边哈。